个人也好，他有他的因缘，但是我们是怀着一个悲心，特别是佛陀说，我们看到这些动物，包括往生的动物，我们都要给他愿他皈依三宝，发菩提心，这样啊，然后给他念佛啊，所以这些当然有守五戒，那好像力量就大一点啊。你有受十善业、八关斋戒，又多了一份力量。那所以为了要菩萨戒就是这样，我为了要帮助对方有更大的力量，这个叫自我功德力。守五戒的人跟没守五戒的自我功德力不一样，吃素的跟没吃素的自我功德力不一样，因为你在喂动物的时候。所以当然做一个菩萨就希望自己有100%的力量，所以他自己要持圆满的戒律啊，跟动机。那所以，但是没有说你没有皈依，你没有受五戒就不行啊。就算你没有皈依，你跟对方讲南无阿弥陀佛，也是希望他皈依阿弥陀佛啊，这是可以的。所以这个部分有没有受五戒，当然重点是一个悲心吧啊，这个希望对方离苦的悲心。再来，你处理这只可怜往生的动物，你的动作，如果你付出更多一点。更周详、更细细一点呢，福报不一样啊！当然，最没办法，你把它放在路边草里面，至少不要被碾死。然后呢，稍微给它放一点纸，给它盖起来。那不管你做到几分，就有几分功德。甚至有些人真的很认真的挖个洞，把它埋好，那功德更大了。所以，那就看你自己的做法。这边有个问题。慈悲基金会有缺职工吗？想在悲愿寺成立每周一次儿童读经班及家长成长班，并由中生代青少年有学佛者担任小老师，可以吗？当然可以。他说他曾经担任过国小代课老师、鹿谷静虑寺所属板桥儿童读经班辅导老师8年多。这样讲，你的履历不错。但是这个还要是。聊一聊吧，啊，因为可能我会将来比较多的机会在板桥悲愿寺，因为我对慈悲基金会要希望有一点落实。那当然，我们最近也有在找人，但是找这个人呢，当然是世界上你如果说薪水多少，他就会找了一大堆人。但是我认为像你这样，你本身是一个佛教徒，也担任过。然后你愿意来参与是好了，但是这个参与当然还要看你的人格，就是说你的人格态度相处好不好？你搞不好是爱骂人的，你搞不好是孤僻的，所以这个不相处不知道啊，所以你最好到时候来找找我啊，或是我们悲愿寺的法师，那当然聊一聊啊，就像出家一样，每个出家出家，哇，他来。没多久就跑掉了，对不对？跟里面吵架了，啊，或是生活习惯就没有忍辱的基础。那这样，我们虽然有这个动机说要去办这些活动是很好了，啊，但是这些因为人呢，这个给别人的印象很重要，了解吗？印象很重要啊，那要做一个有号召能力。同理大众的部分，在家出家，但是他的各方面的资粮够不够？啊，所以这个可以找机会聊一下。但是你这样写，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啊，就像曾经有法师找我，我在某某寺出家了，那我现在跑到你这边来好不好？我没有说好也不好，你是吵架离开的，还是偷跑离开的，还是被开除的？这个要讨论讨论啊。啊，还是你哪里有问题啊？这动机是跑到那边出家，听起来都对啊，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那你为什么要离开那个地方啊？只是这些就是比较痛苦的问题。但是有时候跟对方谈的时候，对方就不相怀疑，对不对？甚至有时候他根本，我觉得现在世界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看不到自己缺点。现在唯一世界最大的问题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却肯会看别人的缺点，这个叫烦恼重者。智慧者是认识自己的缺点，啊，如何来修正，
然后如何来自己进步的过程成为别人学习的一个亲近的方法啊。所以在这一点，那刚好借这个问题，我们慈悲基金会每一个道场以今年的规划，我们需要很多人才啊。这个人才有两种，一种是你需要薪水的，叫职工，那当然这个薪水就要看着你的动机、情操、工作能力啊，因为这个是十方的钱嘛。那第二个是义工，当然义工，当然很多人说义工就义工啊，你还管我那么多？义工有高素质的、跟中素质的、跟没素质的啊。那也不是说每个义工都对啊。那我认为这些问题还是要，就像昨天战修师他给我提说，他想要请一道，请文编啊，请平面媒体啊，请这些就是行政啊，就是有。然后要开始工作了，但是我会回答会薪水你付就 OK 了，他马上会退转，我闹急，对不对？老实说了，我们是开过公司的人，这个开公司绝对不是买了十张椅子找了十个人然后没有工作做然后就倒了这样啊。那个开公司是一而二二而三，一个人兼六个人工作，一个人兼七个人工作，等我这些工作都会了，我请一个人两个人来承担我要做更多的工作，这个是由一而二而三的。而且在这个过程里面要了解自己的经验等等。所以因为刚好谈到这个事情，我就借机会，我还没有跟他提，我只跟他说慢慢来这样，看情况啊。所以一般比较没经验的，他就我找十个人来，然后给我买两部车，供了今后天要几年前面说在，不是说有没有钱的问题，而是说虽然我们愿意付出这个钱，我有一些职工，但是这个要每一步路都要慎重的啊，是如此，那这样才能够做事，而不是说我今天需要五个出家人，就抓五个人来理头，这样 OK 了啊。但是大家能不能和和，有没有这个菩提心，这个叫观察了。所以这些问题我认为永远有问题，但是借这个问题大家来讨论，以及像我一样，我现在坐在台上，你问我问题，我在回答的过程，这里面有可取之处吗？还是有缺点？各位，这个就是修行，我们从这里面去学习对方的优点，如果你认为对方有优点，那一定要变成你的，这个叫进步。如果对方有缺点，那各位要一个悲心呢，找机会怎么样让对方缺点少一点，跟他回向，或是有因缘就能够跟他沟通沟通，那很慈悲，那这样自己都有得到进步。请问施食的时候念虚空藏咒，可以观想自己变成无量布施给众生吗？是可以的，因为施身法是可以的，就是说很多众生喜欢吃肉喝血，对不对？很多众生喜欢金钱权力的，很多众生喜欢有拥有他的国家地位的等等，或是女人的美貌，那当我们虚空藏咒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个观想，那是你另外念虚空藏咒可能的主题就观想都是这些黄金珠宝很美的东西，众生需要的，就像他去百货公司一样满他的愿。那如果虚空藏咒完了以后，你要多修一个施身法就可以念，你可以念嗡阿哄，我可以念呸呸呸都可以啦。然后按照施身法嗡阿哄啊，然后我布施我的身口意给对方。我讲一句实话，我希望各位学，比如说这个人在找你麻烦，可能你过去是不是欠他什么债，然后呢你也不要跟他冲突啊，所以你就观想施身法，我钱给你，我身体给你，我衣服给你，了解吗？然后我地位给你，你要什么我都满足你，这样啊，皇帝给你做啊，美女让你做，这个整个公司都给你，然后就一直给他观修，一直给他观修，观修久了以后，他满足了以后，他就满足了就对了啦。就像怨亲债主，他要来讨你的债，杀你的身体，破坏你的身体，破坏你的感情，那你就要观修给他。给他还你啊，还你。老实说了，像我这个人哦，有时候在外面跑，还有一些女人跟我抛媚眼呢，那怎么办？我就修施身法，陪你睡觉，嗡嗡嗡嗡嗡的啊。然后呢，
OK 了吗 ？OK 了，欢喜的，个上归呀，睡山好了 ，OK， 就干完了，他就不来找我了，满足了，回家了。这个就是施身法，这你欠债要还债啊，欠钱还钱，欠命还命啊，就是这样。比如说你杀动物，你过去吃了很多牛肉，那你要忏悔，除了忏悔，施身法最快的方法，我就变成牛被你杀，啊，还你的命债，还你的肉债。然后观修到对方好像很高兴，然后进一步转化对方。来，各位念一下，呸，嗡啊吽，嗡嘛呢叭咪吽，嗡啊咪叭哇舍。你每次看法涛啊，你他们念我都背。这呸呸呸就是我给你，我给你切成一片一片一片给你。嗡啊吽呢，那就满足你所有要的，你要黄金啊，要珠宝，要地位，要皇冠啊，都给你啊。嗡嘛呢叭咪吽呢，那你世间法。我先还你债，又满足你世间的需要，然后呢，我让你的心也快乐。嗡嘛呢叭咪吽，大爱的心态。那嗡阿弥陀佛舍呢，那就希望这个冤亲债主就能够用这个圆满快乐，加上一个利他的菩提心，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你对他最大的祝福。永远记住，佛教绝对不是排斥对方，佛教目的就是慈悲，让对方成佛，化敌为友。但是首先你一定要满足对方，所以我曾经观修，观修，哇，他把我砍头砍了几百次，砍砍砍，多砍又砍，这样砍完以后呢，拿个大便当泼我，然后呢骂骂骂，你要，我认为我除了不会跟对方对立以外，我借这个机会修忍辱慈悲，我很高兴啊。但是如果你觉得是对方在侮辱你、伤害你，你就会越想越气啊，越想越气，你就损福报啊，啊，起烦恼。那反而你的事情就糟糕了。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比如说我做个比喻好了，你的老公有外遇，有外遇，那你就要观修了。你啊，你把你老公送给他好了，嗡啊嗡啊嗡，去拜鬼一捆，他给你钱，给你满足你快乐，然后也对你很好。搞不好我过去欺负你，抢你老公，现在你抢我的，对不对？我除了让你快乐，我还要布施黄金给你，布施衣服给你啊，然后我做你的小妹，帮你擦脚，服侍你。那这样，一方面折服自己的不高兴，你抢我老公，抢我钱；二方面还可以让对方软化，了解吗？各位一定要修哦，哈、哦！你不这样做呢，那你把事情就给搞恶劣了，啊，就会不甘愿啊，报复啊，用心机啊，用什么方法啊？所以这对我们没有好处，所以。这个达摩祖师也叫帕当巴桑杰，然后呢传给马吉拉尊这个施身法，我觉得很管用，很管用。那对方越骂我，我就跪在那边给他骂得狗血淋头这样啊，然后骂完就每个紧赶扣每 Loki 啊，然后就开始对他很好很好很好。那对我来讲就心里很舒服啊，根本没有人在伤害我，而且搞不好对方就转化了，转化了。所以各位，心可以创造一切，创造一切啊，满足他的需要，他很高兴，后来大家就结善缘嘛，就是这样啊。你越怕对方伤害你，然后对方就越伤害你，你越能够接受对方。就像一个孤魂野鬼，他要来跟你讨债，或是一个冤亲债主，那你就对他很好，我要替你做功德，我先还你债，我替你做功德，然后呢我对你很好，我满足你，然后我们一起去极乐世界，他就 OK 啦，这就超度了。这个我在这边讲得很清楚，希望各位多练习。比如说隔壁的人找你麻烦，骂你，然后跟隔壁合不来，那你就要观想，问刀龙火力嘛，急嘛火力，我火力每个天更，然后我就对你很好很好，多观修几次，多观修几次啊。再来，你现在得胃癌，可能有业力冤亲债主，那我就观修。然后我的生命给你啊，我就一直得很重的病啊，我来替你受苦啊。然后呢，我被你砍，被你杀，我布施给你。那我认为这个方法对我很管，因为我至少我不会怪对方，而且我可以修出离心，我可以放下执着，而且我可以化敌为友，还对他慈悲。然后我觉得还蛮管用啊。那因为我想施身法，我看的内容大概也是如此吧。啊，佛教是一种转化，永远的转化，往永远往利他的立场去想，这样就好了。那我想我们尽我们的责任，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等一下休息十分钟，然后我们要做排位回向。那今天有一些结缘品吧，有博山香跟我们结缘的卧香，还有米，还有今年的日历手册。他说他看电视看见噶谦仁波切说法，他老人家说如果拜忏或修禅修最好加什么加修一切比较能有助力。我想一切讲的就是一种禅修啊，所以包括思维空性，包括思维空性，那在这一点可能你们写的很清楚，加修就写个一切吧，是吧？着火，着火一切，着火一切是纳洛列法里面，因为针对天气冷，然后因为噶谦仁波切这个着火一切修得很好，我不知道你写我讲的对不对啊？但是没有关系，反正六种一切都有它的，包括对睡觉对治的睡眠一切都有帮助。那可能你就把它这一段，因为噶谦仁波切所说的都有化成文字，然后你把它把那个文字找来看清楚，然后他们有中心服务得很好，他们的会长在这方面很认真。他说他是越南媳妇，现在大部分住院越南，有位基督教的朋友因不舍医院常将堕胎胎儿当作垃圾丢掉，所以请院方通知，而朋友集中埋在土地一个区块，约埋了50位被堕胎胎儿，如想陆续集中到50位才一起埋起来，但他请弟子帮他买冰柜，不知他是善心不收费，即未堕胎成的胎儿也成孤儿院养着，只是不知我可代买冰柜一事如法吗？这个把50个小孩放在一起才买，这是我认为这是他个人做法，因为一个一个买反正对小孩子好吧，啊，当然或许他是怎么样不知道，但是佛教对这个事情呢，这是一个对尸体的尊重，一定有他的善业福报，这是没错的。然后但是重点是如何超度这个堕胎胎儿，反而进一步还要为他诵经好一点超度啊。那至于把这个胎儿冰起来，我认为那是因为现在有科技才有的啊，对于小孩子他能够找入土为安啊，或是有机会火化，我想他应该会高兴一点，不然他一年收不到50个，然后他就在这边等老半天啊。那对胎儿来讲以及对耗电来讲都有这个看情况，我认为如果他每天真的有很多胎儿，每天一个月不到就有50个胎儿，你买个冰柜还有一点道理啊。但是如果第二个情况，我个人认为对一个往生者如果能够减低他的曝光机会是好一点，因为他也不喜欢看到他这个不庄严的样子被冰起来的样子，所以在可以，因为他已经确定死亡可以被超度了埋葬的范围，那是尽量快有他的好处啊。所以在这一点当然你愿意去帮助他，这是一个善业。那当然实际去了解他是不是一个，你刚刚讲有没有收费啊，或是如何。那像我们在罗东成立，现在每个中心都有吧，都有放堕胎胎儿的牌位。只是呢，我希望大家每次到中心，像我昨天去台北生命道场，我一定会到那边念一念，那边念一念，只要有牌位的念，多一次念就多一点慈悲嘛，对对方就多一点安慰吧，啊，也把白天的功德带到那边去吧，啊，所以我从菩提讲，树林菩提讲，你要看他们点了15000灯，又放生，隔息修法，然后上供下施，就嗡啊嗡啊嗡跟他结缘，啊，
那我想，这个是持续的关怀比较重要，因为全世界各地过去、现在、未来，无量的小孩子往生夭折或是被堕胎，但是我们是变成一即一切比较重要。所谓的菩提心，是必须要有大悲心跟空性，空是绝对平等，绝对平等呢是希望对方离苦，而且对这些小孩子发起一个愿，我愿意为女儿成佛，乃至应该怎么办？这个菩提心里面是对所有堕胎胎儿的愿。 然后这个是对他最好的方法。至于世间法，他是埋葬的，是火化的，是十个埋的，还是五十个埋的？我认为随缘就好，啊，看他实际的情况。但是我个人不会参与太多，但是我们该怎么做就做那些事情。至于可能越南比较方便吧，因为他有土地埋，因为这个东西一埋下去，那个土地永远都不能动的，啊。 为什么那个土地如果人家知道这边是埋婴儿，谁要用？啊，所以如果以科学的方法来说，婴儿也不会反对火化。如果可以火化，做一个火化的纪念塔，全部都放在那边，对婴儿也是个尊重。那至于如果要埋地，就看越南实际的情况。好，我们回向一下，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法会功德，回向所有被堕胎胎儿。 越南地区所有被遗弃之堕胎胎儿，同享功德；回向肺炎及传染者及所有瘟神瘟鬼，所有杀业，皆同享功德，消冤解结。 消除瘟疫，消除肺炎传染，病者得恢复，往生得超度。当然，更祈愿所有的医学专家、有钱有力量的人集合起来，找出解决的方法。那这就像流感，还有流感的疫苗一样。那我想，我们不断的祈愿啊，所以一直用。 善的心，不断的去祈愿，那为了祈愿，所以我们自我功德力，大家就多吃素，多发心，多持戒，多诵经。我们没办法改变整个世界，但至少针对这些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尽力啊。然后呢，在我们尽力的时候，我们越能够感受到佛菩萨的加持。当我们尽力的时候，也代表我们对众生的悲心越来越广大啊。然后那个时候，你就会想说，为了就近帮助所有众生，不是光。 这个肺炎的问题，而且是个世界上的问题，永远都在发生，永远都在痛苦了。所以，唯有就近成佛，提供一个念下清净国土啊净土来摄受众生，这是最就近的方法。不然，这个地球你往哪里跑，对不对？跑也跑不掉。然后呢，能够让众生待业往生，就近净土，那这祈求阿弥陀佛，祈求药师佛都可以。 那我想每一件的事情，就化为我们一个刚刚讲的动力，一个悲心，一个更积极。但是呢，没有对错，不需要抱怨，也不要心情不好，保持一个平静的悲心，继续努力，最重要。那我们等一下休息15分钟，要做消灾八度的回向，谢谢大家。 打开生命电视台，就是打开您的心。打开您的心，就让我们心中的佛陀呈现出来，把爱、慈悲、平等、清净的智慧。
愿各位常常打开生命电视台，打开您的菩提心，也期望各位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大家好，我是黄宣荣医师，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除落实个人卫生防护措施外，可多前往配合防疫措施的店家消费，享受生活，促进经济。民众外出购物时，请务必配合业者的防疫措施，例如量测体温、清洁双手等。另外，购物过程中请与他人维持 1.5 公尺的社交距离，或全程佩戴口罩。选购商品时，避免用手重复触摸商品，以维持手部清洁。结账排队时，与其他消费者维持适当的距离。购物结束后，最好可以用肥皂洗手，维持双手清洁。迎接防疫新生活，守护健康不可少。我们每天活着就想着如何让别人不要痛苦，如何让众生消业障，如何让所有生病的都好起来，如何正在缺钱的都能够满足，以后将来也脱离轮回。我想修大乘佛教不在于说你很会念佛诵经持咒，那个是一个方便。修大乘佛教就是你有一个强烈的利他的悲心，走到哪里都愿对方更好，而不是说我故意去骂你啊，故意去让你痛苦啊，那你就失去了悲心，你再会念经都没有用啊。所以曾经我碰过一个居士说，师父啊，隔壁那个侵占到我的地啊，他受菩萨戒，我被个狗还啊、哎、你的菩萨戒没有了，你不是学佛的了。学佛的人怎么可以告人呢？学佛的人就忍辱吧，给你了，你的这块地给你了。我也曾经认识一个法师，很可怜，后来死了，意外死亡。因为他早期买一块地啊，然后那个老菩萨好啦，便宜卖你，也没有去登记嘛，对不对？就很简单。后来老菩萨死了，然后后来他儿子要给他抢回来啊，然后这个法师就天天跟他告啊，天天跟他告啊。我说你就放弃嘛，山上一直因缘告诉你不要住山上了啦。住山下啦，什么寺庙这么多，你要住哪里都没问题啊。结果他天天跟他告，后来这个法师车祸死亡，头断掉啊。为什么他不应该做这个事啊？啊，出家人是方外人士嘛，那学佛那更不要跟人家争论嘛。那一切随缘，这个叫缘嘛，对不对？缘就是如此，你要随缘，你硬要跟他争，那不对啦。政府说不能放鱼，不能放鱼，我救猪嘛。不能救猪，我救羊嘛。反正我们修悲心呢、啊，因为我们不离悲心，你不能说，哎呀，为什么这样？台湾不行，香港嘛，香港不行，大陆嘛。什么都不让你救，救鬼嘛。所以各位，重点是你不要硬跟人家争啊，争啊，争土地啊，争权力啊，争感情啊，那不对了啊。所以因为你了解因缘就是如此，你不要有一副我被欺负了，因为你是学佛的人，你要学佛，我就是要让度对方，不是度一个人啊，是度所有众生。你要是执着那个人呢，你会太痛苦了，对不对？执着那个土地太痛苦了啊。各位，这个公园都给你好不好啊？你负责来超度就好了，大海给你好了，你负责放生啊。所以树给你好了，你负责去浇树啊，在树下撒米，那个就是不要有一个权利说改给你了，就这样没意思。
九九六六。